生。各位同学，还有各位在场的爸爸妈妈们，大家早。刚刚素珊师姐，也就是我们的副校长，她有问，今天是我们的结业典礼，因为这一整学年呢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最后一天了，那大家是不是都很棒？那接下来呢是一年级的曾一如老师，二年级的王凤武老师，三年级的李婷宜老师，还有我们的朱琳老师、卢佩仪老师，还有 Rita 老师，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成员的培训老师是杨丽清老师，请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感恩老师们，好，请老师回座。这个老师全勤呢，跟小朋友全勤一样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在过去这32周呢，我们一年级的曾一如老师呢，都这个无怨无悔的。2018年北加州学术比赛获得优胜的同学，那这个第一位同学，请小朋友准备。好，第一位是注音班的我们北加州学术比赛呢是每年一次，在刚好是在1月的时候呢。还有我们西画比赛 C 组的第一名许善宇，第二名郑安心，李巧，请大家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，给他们最大的鼓励。睡觉，男孩好爱这棵树，祝好快乐。叶子
一半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签，我只有树叶和苹果。第三名，陈玉玲。一样是演讲比赛第一组的第一名林安宇，接下来是注音符号拼音比赛第一组第一名张半轩，第二名刘贤静，第三名张国任。好，接下来是朗读比赛 C 组的第一名林希怡。第二名陈姿玲，第三名许善宇。朗读比赛第一组的第一名是曾慈玉，第二名黄家翰。对不起，因为这个纸张的关系，应该是第二名是黄嘉莹小朋友。好，第三名是曹佑琪跟方泽林两位同学。好，接下来是 CFL 朗读比赛第一组的第一名陈卓瑶和郭雨乔。一样是 CFL 朗读比赛的这个第二名是杜雪玲，第三名是陈义安。好，作文比赛 C 组第三名是 Eleanor Chen。好，请他们给我们再一次最热烈的掌声。
思念，那些经过的大风大雨曾叫我暖心，那些流过的水伟大的东方，那些上天和大地我们拥有平安的每一天，那些路边的小花小草翻遍我的世界，感谢经过的大风大雨增加我勇气，感谢流过的水伟大的歌声，感谢亲爱的爸妈给我挡风遮雨的家，感恩亲爱的老师教导我无穷尽知识，指引人生迷惘方向，感恩亲爱的朋友，路边的小花小草经过的大风大雨都要感谢，我们要感谢流动的水伟大的高山，还要感谢呢上天和大地，这句话很重要哦，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平安的每一天，要感恩爸爸妈妈，感恩老师们，感恩所有的小朋友来参加今天的结业典礼，请大家呢